荆棘从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。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身在就起航，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导游光头强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强，曾经是一个伐木工，一个倒霉的伐木工，每天老板催，砍树被熊追，站住！可现在正赶上修灵季，强哥我干脆转行当导游了，老板说当导游轻松又好玩，游客可爱又友善，奖金多多不加班，生活虽艰难，希望在心间，强哥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这云层多柔软，这森林多广阔，这微风多舒服呀，这森林也太普通了吧，我订的可是超级豪华一日游，我怎么是来这种地方？对于您这种星级客户，我们会给您不一样的服务，客户就是上帝，就是我亲妈。哎，会不会说话呀你，我有那么老吗？人家可是正值青春年华。哎，还有这大热天的坐什么飞行器，多热呀啊，要是我的皮肤晒黑了，看我不投诉你。你摊上这么挑剔的游客真倒霉。光头强，你做导游才半个月就被投诉了100多次，如果这个游客你还不能让他满意的话，就卷铺盖卷走人。今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我说你愣着干嘛呀，还不快点走。好好好。光头强说，只要俺们帮他哄游客开心，他就保证再也不砍树了。这是光头强给的旅行线路图，咱们商量一下咋表演。只要他不砍树，俺就同意帮他。我们也是。啊，看在森林的份上，算本王一个。我想到表演什么了，我也想好了。还有我。九二，你呢？俺也想到了。好，那既然都想到主意了，一会儿就看俺的手势行动。好，欢迎来到第一站，神奇的大自然。啊，这里不仅能看到狗熊岭的特色植物，还能和动物零距离接触哦。来，这边请。来了。来啦！咦，嘿，看，这是狗熊岭最有名的水渠流，很稀有哦，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呢。哇塞塞，哦，好漂亮的花哦！别摘，算了。Yummy！ 好啦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到我了。
别怕，小松鼠在表示友好，送你水果呢。啊，松鼠啊，没意思。森林里还有其他可爱的小动物。啊，哇，可爱的小猴子，怎么样？老掉牙的把戏。嗯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后面还有。有猴子和松鼠忽悠我，我也投诉你。哎呀！啊，熊猫！我最喜欢打熊猫了。哎，来来来，笑一个笑一个。啊，真可爱啊！好像和动物园里的不太一样，不还是好可爱？哎，呼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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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又是猴子。还是熊猫可爱。这猴子怎么这么烦呢？不拍了不拍了，被你搞砸了吧？回去我一定要投诉你。别别别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保证你满意。差点忘了还有个项目，俺先走了哈。毛毛。是金鸡国王。毛毛，你说本王难道没有熊猫可爱吗？本王才是焦点，一定要给他们看看本王的本事。百分百纯天然绿茶蜂蜜面膜，能让您舒服的睡个美容觉。好痒，哎呀，好痒啊！啊，太舒服了。还有呢。不错不错，还有音乐呢，回去一定给你一个5星好评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不就是敲鼓弹琴吗？本王也会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太小了。金国王，这里这里这里有块大的。不好，熊大大埋在山下面。那赶紧追啊。熊好听。什么声音？石头。你千万不能醒啊，不然5星好评就没了。怎么晃啊？心事摇摇床，可舒缓肌肉。前面路堵住了，听俺口令，往上跑。熊大，光头强，真的很抱歉。道什么歉呢？啊，旅行社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什么？求求您，你听我解释。您听我解释啊！好好的，哪来的石头啊？咋了？是猴子吧？那是，好像受伤了。哎呀，别管猴子了，你赶紧走啊！我还要去镇上谈生意呢。小猴子受伤了，司机叔叔，麻烦您开一下门。哎呀，小姑娘，我赶时间啊！要不是我的车拿去修了，我才不会坐巴士呢。好孩子，猴子也是生命。老太太，我同意停车救猴子。儿子，开门。好嘞，谢谢奶奶。还好只是晕过去了。哎，小姑娘，这猴子大伙可都有份儿啊。
大叔，你不会是贩卖动物的吧？我开玩笑的，我长得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是贩卖动物的呢？我给你上了药，很快就能好了。公路很危险，以后要小心哦。这根香蕉送给你。我说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再见。我分分钟几百万啊！机器国王，你在哪儿呀？毛毛。机器国王。毛毛，我碰见天使了。天使？哪有天使啊？啊，机器国王，你是不是摔傻了？都怪我。天使。你被本领先生解雇了。快走。解雇就解雇，哼！谁呀？哎，是我呀，你赵叔。赵叔，有事吗？啊，我侄女赵林来了，可我这边正忙着，你帮我去车站里边接一下。赵叔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，就这么定了。等一下，喂，这老赵头还没说他侄女长什么样呢。哎，算了算了。接就接吧，至少晚饭的问题解决了。您听我解释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光头强再次失业。哎，等等，导演，就不能让我成功一次吗？别着急，你成不成功就看他了。忽然我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我的生活会因为赵琳而改变。请看下集《冤家路窄》。烟花开遍山高，繁花沙沙作响。人心本正藏着一切的方向，智能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换，林海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，这冒险还很长。冬雪消融，溪水流淌，更换熄灭，曙光在前方，有伙伴，有力量。烟花开遍山岗，浪花沙沙作响，身心本正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正在。